听说他今天在，那我就说一些来得及说的话，因为他在。其实一直到今天，我还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。这段过程里面，我常常在回想很多我们有没有忘记的事情。有，我们忘了很多。我们忘了约打篮球，我们说好要约打高尔夫球，我们说好要一起演舞台剧，我们也希望能够一起主持节目，等等等等。我还没有哭，我还很坚强，但不知道可以坚强多久。我相信支持他、喜欢他的你们是最辛苦的。他的幽默、他的能量、他的热情，绝对可以感染每一个喜欢他的朋友。我们的人生都在追求一个华丽的转身，但是看到他，我知道来不及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得及做一些来得及的事情。我年过半百，两鬓斑白，今年死过了很多人，有人都走了离开我们，很多人都让你受不了，都让你舍不得。我大概只是难过一下下，可是我没有办法让我一个，我才感受到两鬓斑白看着小鬼走，我才觉得，才知道原来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感觉是这样子。 Kobe Bryant 是我的偶像，难过一天就两天好了， OK， 舍不得舍不得算了。可是小鬼不是，奇怪，他是个很揪心的一种，可惜的一种，长这样好成这样，你怎么就这样？所以我没有办法，我一直觉得可惜，这一切都太不真实了。每次要看到他们这些人对他的真情流露的时候，我都会觉得那是一种，那个是舍不得。我是他没有结拜的大哥，我很可惜，我很羡慕宪哥跟 Kid 可以跟他有这么多的共事的时间，因为他真的很可爱。其实你身边的人也都很可爱，只是他没有走以前你没有发现而已。好可爱。好了，走开了。学不到华丽的转身，我跟他学到了，我们要爱要及时，而且要及时说爱。祝福现场的每一个朋友，能够在你有限的生命里面掌握到每一个你爱的人。今天晚上好特别，如果我走了也可以有这样的音乐会，我一定很高兴。到时候你们还活着的时候，你们都要来，好不好？OK， 讲好了。我先帮你写歌。歌词我们刚刚已经想好了，应该很快，旋律很快就会有。我这里不痒。邱正哲。邱正哲。我是曾国城，我是他没有结拜的大哥，祝福他一路好走。今天晚上我相信他可以很放心的离开。因为他有我们大家的对他的支持跟爱，谢谢你们对他的支持，谢谢。